这样的视频真是看一次笑一次，看一次笑一天哈、啊。视频只有57秒，就让你笑得受不了，或者说让你笑得胖不了，因为可以笑出腹肌了。从昨天开始，这段熊猫宝宝抱大腿的视频就火遍全球，在国内国外的社交媒体上播放上亿次，萌翻无数人。视频里的这个熊猫宝宝名字叫做奇一啊，现在呢可是当之无愧的网红啊，现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和其他了。不爱竹子，爱抱腿，百转千回，百折不挠，百般撒娇地抱住饲养员爸爸的大腿，让你笑的是合不拢嘴，把你萌的是找不着北。正在插竹子的饲养员爸爸嫌奇一太碍事儿啊，三番两次把他拎到台子上啊，可我要这台子有何用啊？刚一松手，奇一就会奋力地摆动小短腿，飞奔回爸爸的身边，干什么呢？抱大腿。爸爸把他越抱越高，可即便是千山万水，即便是摔了屁墩儿，也不气馁。其一还是要奔回爸爸身边来抱大腿，这抱大腿抱大腿，我就是要抱大腿，无怨无悔，心里还特别的美。其一，原来你是这样有理想又能坚持的专一。看着哭笑不得的饲养员爸爸，我只想默默地问一句啊，这种天天被抱大腿的工作还缺人吗？随便卖卖萌就能成网红，大熊猫真是一种神奇的存在。